哎，听说大家对于这个长沙肺啊这个歌词啊听不很懂，那今天呢我跟萝卜就一起来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大家听不懂的那几句长沙话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大家准备好了吗？3、2、1 Let's go。丢海路但是莫驼背，丢海路但是莫驼背的意思是说的就是走那个八字路可以，但是不要驼背。杨五六延误了怎么往油带，延误了怎么往油带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心不在焉的啊，还有就是哇，我也解释不出来。杨五六中别玩乐队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如果杨五六中啊，就别玩乐队了。但是这个杨五六中，就是很懒散散漫的感觉哈，散漫的别玩乐队啊。塑料普通话不学会，塑料普通话不学会啊，顾名思义就是塑料普通话，你如果不学会。然后搓八子要搓你贵贵，搓八子要搓你贵贵是什么？搓八子，搓八子呢就是说骗子，骗子要搓你贵贵就是要骗你。就算是别相也无感，就算是别相也无感的意思就是就算我感觉有点拽又怎么样，就算我越在也无感，就算我越在也无感就是就算我热死了又怎么样，下不得地小不得底落也无干，小不得底落也无干就是说非常牛，牛到不行了那又怎么样。最后一句话点题啊，我还是长沙的猛仔，我还是长沙的猛仔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还是长沙的满哥啊，满仔。那个然后有一句话叫做老鹰军刀脚一步步高，老鹰军刀脚一步步高，哦，就是当你认准这条路你就一步又一步啊，一步一步尬就是一步步高的意思，就是一步走一步，一步一步走。魔仙心同门的八宝之佛，魔仙心同门的八宝之佛魔仙心同门的八宝之佛的意思就是不要相信别人的那种有的没得的话。call me 新别 hell yeah， 就是叫我可以叫我新别，因为我们长沙话的体系都是关系非常非常铁的，这种情况下面呢是可以叫别的哈。做事聊撇，做事聊撇，聊撇的意思就是干脆利落。hell yeah， 辣椒炒肉不得丢狗，辣椒炒肉不得丢狗是说的什么呢？就是说辣椒炒肉啊不得丢狗的意思，就不会丢脸。还有看到什么啊？大概这些大概就是这个长沙话的就是这些意思，你们学会了吗？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丢海老当什么独白，延误了怎么往油带，塑料普通话不学会，搓脖子要搓的乖乖，就算是别相也无干，就算我原在也无干，小不得底落也无干，我还是长沙的猛仔。老鹰军刀脚一步步高，魔仙心同门的八宝之佛 call me 新北 hell yeah， 这是两片秋叶，我家炒肉不得丢狗，长沙的战争不纠结。好了，就这样了。